南方那边用过来的。那没人大便的话，一天要便20次左右啊。便便，他的便便都是清香的啊。到了吗？对对。那么写了半个小时。时间是这样嘛，但是花花在你们心中嘛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随时你们都带着花花的。花花今天营业了吗？哎呀，不营业的话，叫你们排队干嘛呢？是吧？没有道理嘛。来了就是欢迎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肯定啊。要有出来的，我给你们开个后门，这里来，这里来。对，给你开个后门，不用找熟人。我留一个男孩就行了。走走走走。对，咱们一个家庭的，一个人拍花花就行了嘛。因为大家都看花花，但花花没看到，其他熊猫也不拍的。这样多好啊！这样。来来来，这里给你开后门，这位大哥，来来来，给你开后门，来来来。哎，开后门，看其他熊猫，看其他熊猫，对。看到花花回去赶着去买彩票，没关系，没排好队的明天又早一点的排队吧。气温高了，你看我们都在冒汗了。太网红花花，但是你们没有机会了，就明天了。啊，没有排上队的，明天早起。另外就是跑回程。飞掉了。给你们讲解呀。啥都看不到吗？